乔乔，你外婆给你买了个手机手，刘叔叔欣赏哈，要不要得？哎，乔乔，你外婆好稀奇的哟，给你买个摩托摩拉。啥子叫摩托摩拉哟？摩托摩拉都不懂啊？摩托就是，要建好，摩拉托拉。摩拉就是，不要随随便便把手机拿给别个，简称摩托摩拉，懂得起不？懂了。号码是好多啊？个人的手机号码都不晓得啊？刘叔叔，那不是我的，是别个的。瞧瞧，老老实实跟叔叔说。是不是找同学借的？啊，小学生不能随随便便用手机哦，那是不合适的哦。你想想，你在上课的时候，突然嘟，手机来了，就听到外婆在那边：“乔乔，放了学快点回来哟，外婆给你买的有爆米花。”那个时候，老师牙抽的起来回答问题：“乔乔，站起来。”老师问你：“今天讲的啥子课？”你一口都跟他说，老师爆米花，那能够要得啊？所以啊，小学生是不能用手机的啊。刘叔叔，老实跟你说嘛，那个手机啊，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的。捡的啊？哎呦，乔乔，你的运气好啊！啊，你们刘叔叔那一辈子连牙膏瓶都没有捡过。他头两天还把包包都落了，包包都落了啊！哦，有人给你送回来没得呀？去想嘛，送回来，钱儿倒塞了，身份证也倒塞了。哎呀，你们刘叔叔是冬瓜皮出帽子哦，没头脑顶喽。哎，佳佳，还是你的运气好。手机拿给我。嘿，佳佳。刘叔叔跟你商量个事情，杨哥，我屋头有一台游戏机，还有很好耍的那个游戏卡，我们两个挑。啊，老师说的，捡到别个的东西不能留到个人哟，要交给警察叔叔。刘叔叔，跟你说嘛，刚刚嘞有两个外班的男生想抢那个手机，我呀。都才小巷子人，刚塞脱了。乔乔，你是个乖娃儿喽。哎呀，你看哈，这就说明一个啥子问题？小学生就不能用手机，为什么不能用啊？手机在你身上，你看好危险。你看嘛，刚才差点是不是遭抢了？能哦，刘叔叔，帮你拿起去交给警察叔叔。我给警察叔叔说惨了。你交给他们，他们还要表扬我们嘉定孩，是我们嘉定孩的少先队员，拾金不昧，对不对的？刘叔叔，你一定要保证交给警察叔叔哦。我发誓，我还要喊他们写一封表扬信寄到你们学校去。不，老师说的，少先队员做好事是不留名的，我都交给你，那是我们两个的秘密。你交给警察叔叔的事儿，都说那是一个少先队员应该做的事情。
悄悄同学，我保证。好嘛好嘛好嘛，你回来我拿给你看嘛。嘿嘿，要得。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！喂，哪个？不是不是，哎呀，打错了。那就小菜嘛，啊！啥子？小菜？哈儿要荤菜哟！蔡老板，那个太对了吧？哎呀，蔡老板，你说那个人的运气来了哇？是不是门板都挡不住？捡到金子银子了吗？还是中了电脑彩票嘛？笑得那个哈戳戳的。哎，那手机在响哎。哦。喂。哎呀，跟你说打错了。啊？张凤祥，打错了。还耍的还你闯鬼哟。耶。刘卫东，你娃腰杆上背死耗子，冒充打猎人嗦，说嘛，哪点起屋里拿来冒皮皮？耶，蔡老板，你个太戏耍人了嘛！你说起我们下岗工人给你配个手机都不得行了。哦呀呀，你说起，哎，拿，哎呀，我们拿个手机，语言到我们那里都变了，无理。我问你。你晓不晓得买个手机要砸好多钱啊？不晓得。啥子上网费、空机费、座机费、通话费，那门费那门费，加起来不晓得好大一坨。你一个下岗职工，你一个月搞得到好多纸袋？我不是他学你的话，你都是买得起，你也用不起，除非啊，把嘴巴拿来缝起。那个缝起哪个砸手机？老实说，哪来的？哎呀，我找个兄弟伙借来炒两天，该对了吗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跟你俩啰嗦了，我把电灯烫到哈儿，我去进点货。要得。哎，啥子嘛？早点回来，我有事。你有事？哎。告花子赶夜路，假忙。哎哎，我晓得。喂，哎呀，跟你说打错了。哦，没有错，你是张凤仙儿，是手机的主人。对头，是我。啊。哎呀，你不要管我是哪个，哦，捡你当钱买的，啊，哦，哦，你拿钱来取呀、啊？那当是好事情了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出好多钱了，那个你开个价，你开个价，500块钱可能扣不平了。至少你想嘛，如果说你现在要重新去办个手机，你要花好大一坨钱嘛。
哦，了两个香肠啊！哎呀，那些两个，那些我们都不说了，再添一半，要不要得？啊，那个嘛，你考得好了来嘛，你考得好了来过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过来。哦，要得，好吧。平时都是你老人家请我喝酒，哎呀，今天我请你喝，吃火锅的吃火锅了。哎呦，你今天是不是在发梦中哦？白痴似的请我喝酒烫火锅呀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名目，懂吧？这个结婚嘛，就要吃喜酒。哎，娃娃满月嘛，叫吃满月酒啊，过生日呢叫吃生喜酒。哎，至于那个什么名目也没有的啊，摸个脑壳打平火的叫吃豆豆酒，还有什么名目也没有的才叫做吃耍酒，懂吧？懂，都是吃耍酒，耍酒。吃耍酒，耍酒，好嘛！我是沙土萝卜一带就来的啊！来，走，哎，张妹妹，这个事情看嘛，一逗哎你就虚了吧？哎呀，张妹妹，哎呦，说那些，我跟你说，我主要是有一笔款，现在还没有到账。有一笔款还没有到账，哦，那真是四笔三着当刮目相看喽。来，李卫东啊，你坐下，你跟张伯伯好好的说一说啊，你再做一笔什么大生意啊？啊，一般。喂。哦，张飞先生，你同意了嗦？哎，那个要说清楚哦，都按我说的那个价哟。啊，在哪里见面哈？能哦，我们都在双湖公园门口，下午2点钟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啊，你认不到我哈？认不到我那个。哎，简单得很，你只要看到一个戴白草帽的，那就是批人物，哦，好吧，好，不见不散啊。李卫东啊，来，哎呀，不简单啊，不简单呐、啊！哎呀，我正常的说过呀，这个有福的人。自有天相的呀！不要我跑到派出所去问呐，别个说根本没那回事情。你说这娃儿又在搞啥子鬼？手机啊！哎，我刚才是看到刘卫东拿了个手机，哎呦，我提劲儿惨了，在我面前，我说他是无赖的，他还鬼叫。他叫我保存到的，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，我才给他的。哎呀，悄悄不要哭了哈。要是那个事情哪里怪得到悄悄嘛？那个刘卫东说的恁个好听。他说他找朋友借来抄两天，我都差点信心起了。哦，那个东西还在他的手上，那叫他交出来就是了。但是他也不能够来哄娃儿噻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相信刘叔叔了。我看呐、啊，我们那个嘉陵行3天不开明珠生活会，这个老井就要出问题。悄悄哭了。
卫生了。呀，发了！哎，连手机都吵起来了。哎呀，刘先生啊，他在手机里面跟人家讨价还价，还说什么提货交货，哎呦，简直搞不清楚呀！哎，他还说啊，有一笔款子要到账啊，明天要请我吃耍酒。哎，我呢？想到他们公司里面啊去见个会计，所以应该我今天就请他吃宵夜啊。虽然是老邻居了，还是要新这一套的，对吧？我去准备了，我去准备了。哎呀，张伯伯，你看你个糊涂哦，刘伟东那种人，你也相信呐？你找他骗呐？我找他骗了啊？哎，我亲自听见的呀。哎呀，来，你不信你来问下周老师，老师。你敢说刘伟东那个手机是哪来的？哪里来的啊？哪里来的啊？我们悄悄放学在路上捡的。啊！那他说了那么一大堆，就全都是在假打呀！啊！不对，他在手机里面还说呀，要在三五公园门口交货。哎，对了，还说要带一顶百草帽啊！交货啊！糟了，刘婶儿，他是不是把手机拿去卖了哦？啊！哎呀，这个大也不得呀！你快点到双木公园去把它找回来。现在其实他怕出都出脱了。那，哎呀，这个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这个瞎子捡钱的他都眼开了，你说那这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现在都眼睛都开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哦，张，抓住，跟那个卢明卢爷，你帮我顶到什么道吗？认不认得到，个人心头明白。刘婶，我问你，哎，那个手机你交到派出所去没有？没有啊。那拿出来噻。那我，喂，哎，说，嗯，你是不是拿到双福公园去把它出脱了？啥子双福公园喽？哦，是恁个的，我是准备拿到派出所去交。但是走到路上啊，那个手机都响了，响了哇！对方都说，他说他是失主，我心里想，既然失主找上门来了嘛，我都把他约到双福公园门口去，我都还给他了。哦，恁个说起来，你还成了雷锋叔叔了哦。嘿，我学一会儿吧，两会儿，我还是学得会的哦。没到那个学雷锋那么好学哟，你的爸爸有落户了的没得？哎，有事儿。两个不相信人嘛，真的啊！那个失主，是个女的，40多岁，叫张凤霞，你个人去查嘛。那有没有经济交易？哎呀，那个龟儿还得了一份钱。嘿，不乖，人还是得了包。嘿，张妹妹，来烧钱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哎，原来你是做了这么一笔大生意啊！哦。哎呀，钱元儿，不，像财，哦，不，财老板，可乐，哎呀，哪管可乐？今儿太阳不是从西边出来的噻？哎呀，你玩意要喝哪管？你懂噻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喜噻，说出来噻，说出来大家高兴噻。来，我可得遭不住了。哎呀，算了，麻烦你帮我盛到下盘喝。哎呦，我喝不整不下去了。麻烦得很，我说的。
晓得噻，悄悄啊，捡那个手机。你上回不是说还给别个了的吗？哎呀，还是还了，但是。哎，你娃是不是拿起去给别个做了交易？跟你说，搞了别个好多子弹。一杯，你打起当子说嘛，一千呐、啊！哎呀，哎，你是生怕别个听不到我们那个嘛？刘卫东，老爸，你那么做要不得。哎呀，有好大个要不得嘛！哎呀，那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，那个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天知、地知、理知、我知哈。天知地知。我跟你说，那些事情做多了、嗯、要遭报应。哎呦，好大个报应嘛呀！我刘卫东好不容易找了1200块钱，未必都喊扶不住嘛。哼，那些事情大意不得。卫东啊，哎，哎，这有两位同志来找你，这个是电信局的同志。哦，你刘卫东啊？啥事？你手机欠费，共计5800元，今天拿到那个退款通知后。5天内付清，否则我们将起诉你，晓得不？抓住，搞错没得哦？我手机都没得，你们电信局你们朝的哪个方向我都不晓得，我欠啥子费？哎，说那些有关这件事情呐、啊，嗯，我们是经过很仔细的调查过后，你的手机号是用你的身份证的号码注册登记的哦，我们公司还留有复印件。最好啊，你尽快的把欠费交了，哈。哎，那个。好好啊，慢走。哈，闯了哪个鬼哟？我那个欠哪个的费哟？哎呀，卫东。来来，看看。哎，别个是公司人咯，他会冤枉你啊？哎，你好好想看，你的身份证借给哪个没得？没有啊。哦。糟了。我身份证头2个月都遭塞了，肯定是遭别个捡起去，买了手机，那还把我弄来弄去了噻，那个。对头，肯定是哪个捡到你的身份证去买了手机卡。现在的人电话一打爆，卡都不要了。哦。他电信局的人不找你身份证上的人，找哪个？刘卫东。5000块哟，你娃那会儿惨了，你啷个还了？哎呀，那个货是白白降到你脑壳上来了，我看你啷个办？你是垃圾滚喽，心肠恁个黑嘛？刘卫东，哎，我说欢喜打破砂锅，你娃那会儿遭报应了噻？你完都完了。扯皮两斤不够事，鸡毛蒜皮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婆的有一脑筋问题，拉小东说到做到究竟了，爱是你司机，该我领军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抽了大奖。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。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的球迷，比尔盖茨的龙门阵很难。